这个回国开车我很少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交规啊，还有这个开车习惯不一样。前面这车刚才不打灯，直接就插过，还挺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刚才片头看到我进到这个京港汽车公园，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聊聊跟车有关的事儿。刚才那个汽车公园门口的大标题“懂车帝”，我一不懂车，二不玩车。我把车呢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、代步工具。这车开了7年了，没换过上车片，然后系统已经报警提示了，我是要更换上车片。回来4S店看看。这3年没来，硬件软件都得到了提升。原来和我对接的那个服务专员，现在也荣升了服务部的经理。刚才工作人员说午餐好了，看看今儿中午吃什么。这汽车公园2000年就盖好了，然后但是20多年了，我真没好好转过。这整个园区都是以汽车相关的主题的这些产业 4S 店，然后汽车旅店，还有餐厅。你看这还有一个湖，湖边上这是一个叫什么来着 F3 赛车的FIA 认证的4G 赛道。从铁丝网的边上走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港片，是刘德华演的吧，赛车主题的。这个看看，这还挺好。我记得头些年我在这儿保养的时候出来转，夏天那是有几辆摩托车趴赛公路赛，在这儿试车还是比赛，要么就是训练。哎呦，这个我是第一次近距离去感受这种摩托车赛车，哎呦，那个发动机的声音真好听。嘿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奔驰的这个，这里边不错啊，看看这车坐着很舒服。嘿，看看这漂亮，这可以。哎呀，弄完了，早晨10:30过来，现在3:30出来，然后做了一个保养，换刹车片。保养就是机油机滤，空滤，然后换前刹车片，加上一个马达皮带，一共3588。贵吗？又创了一记录，7年82,000公里没换过火花塞，没换过这个刹车片。我不知道我是开车技术太好了，还是哥，我这赶快去接老婆下班，孩子放学了，拜拜。